你们吃的地沟油，吃的瘦肉精，吃的苏丹红，对吧？吃喝的毒奶粉，你们对我说共产党对你们好，我不用吃，对吧？我相对来讲还有自己的农场，我们自己好的酒店，我们自己这个还能有点特权，是吧？华东夜照影子还能，对吧？有点这个特殊的权利，我们都真正的来去消灭中共的时候，你们还不觉醒吗？那我们图啥？我们图什么呢？我们的家啊，所有的孩子、老人、资产都受到盘剥、伤害、这个威胁。那我们图什么呢？如果我们还有一己私利的话，我为什么能？我不用啊，对吧？我不说话就行了吧，对吧？我也不支持，我不讲话行吧？就像现在这帮孙子有的，对吧？他人家不说，对吧？哎，反正灭了共，哎，我就支持哪一波，不灭拉倒，是吧？我们也不损失什么呀？那我们干嘛呢？我也不是吃不起饭，我们对吧？我们有的是好的这个生活保障。